水晶球啊，水晶球啊，可不可以告诉我怎样可以变美、变漂亮、冻龄就可以不用花钱的方法呢？什么？不老梅？原来我寻寻觅觅这么久的东西，终于让我找到了！各位中华新报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拉拉。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的可以邀请到我们台湾不老梅研发的第一人，我们的刘博士，请他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大家分享，怎样可以变美、变漂亮又可以冻龄的方法哦。所以大家要仔细的收听这一节节目。那我们先请我们的刘博士跟我们各位观众打声招呼。大家好啊，各位《中华新报》的观众，大家好啊，我是不老梅研发人刘金渊。的，那我们今天呢，一样呢，有邀请到我们的鼎立中医诊所的严医师，一样就是为我们来跟大家就是做讲解还有说明。那我们请我们的严医师跟我们各位观众打声招呼。《中华新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鼎立中医诊所严鼎立。的，那刘博士，我这边呢，我想要跟你问呢，就是说，其实像上一集我们都有提到，就是关于抗氧化的作用。那其实抗氧化的酵素呢，就是有哪些呢？抗氧化的酵素，现在最普及的哈，就 SOD-like 哦，那还有谷胱甘肽，那过氧化氢酶哈，这三种。但是在台湾所有花酵酵素厂所标榜的哈，都是不以 SOD，而是以 SOD-like。这为什么呢？因为 SOD 哦，它怕高温，怕强酸碱。那 SOD-like 呢？它能够耐高温，而且又能够耐强酸碱，哈，所以在 SOD 的家族啊，有上千种，所以呢，大家的检验报告啊，都以 SOD-like 来做这个花酵物的好坏的级别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定论。那刘博士，我这边想要请教一下，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 SOD，那其实 SOD 呢就是抗氧化的歧化酶，那它其实是最好的抗氧化的酵素。那我想要再请你，就是在我们再更详细的说明一下，就是到底它跟 SOD-like 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是，SOD-like 哈，就是单一哈，单一个成分。SOD 是单一个成分，那 SOD-like 就是它的类别。那在这个类别当中，哈，有上千个成分。我们在发酵的当中呢，就经过了一年或是快速发酵经过了15天，就能够把 SOD 的成分拉高。那在这个当中，我顺便再提一下，我们的药食同源当中，如果以蔬菜水果的 SOD-like，一般来讲是平，那如果以中草药来讲，它的 SOD-like 就来得高。就打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一些鲜楂啦，或是枸杞子还有这个丁香芳香类的这一些东西，它的 SOD-like 都挺高的。那其实呢，只要像刚刘博士有提到，就是中草药的部分。那其实中草药的部分呢，其实就是严医师的强项。那我想要请严医师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中草药的 SOD-like 里面当中呢，就是有哪些呢？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在中药里面，它讲它的成分、它的药理。因为这部分的 SOD 谈到的比较少，比较少，所以比较，因为是针对疾病的治疗，很少谈到说这个 SOD 的问题。所以就是说，一般的 SOD 的部分，其实还是要透过就是一些蔬食水果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做摄取。对，那我这边我想要请教一下，那到底酵素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其实像台湾普遍呐，我相信从小到大，
多人都有喝过，就是像什么、什么凤梨酵素啦，因为台湾是生产水果的嘛，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去把这些水果去做成酵素、那所以大家都有喝过，可是我们都不知道到底酵素是怎么样去做定义、我想要请刘博士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顺便可以让大家就是可以了解一下说，哎，到底酵素要怎么样的去做区别跟区分。 OK 谢谢主持人，你这个问题啊问得相当好。台湾的酵素定义啊相当的模糊、而且包含的相当广，那我现在就简单来讲到酵素的定义。我们台湾讲酵素等于酶，酵素等于98-99%的纯酵素、酵素等于酶。那在中国大陆，酶是医疗用的添加用的98-99%，大陆的酵素就是蔬果蔬果所发酵出来的发酵液称为酵素这一点就不一样了。那我们谈到酵素的定义酵素是一个催化剂，我们生理上所有大大小小的反应呢都需要酵素来帮忙这个反应。那基本上分三大类，就是代谢性的酵素，还有这个食物性的酵素还有我们体内循环的一些生理的酵素。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简单给酵素一个定义，就是说酵素是很有个性而且很单一。我们所讲的淀粉分解酵素、蛋白质分解酵素以及脂肪分解酵素，或是纤维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果胶分解酵素，或是刚刚主持人所讲的木瓜酵素、凤梨酵素，或是很多水果，它们都含有它们个别的酵素。那整体上来讲呢，个别的酵素就有个别酵素的一个功用在这个当中，如果说在我们的反应没有酵素的帮助，很可能它经过一年两年这个反应还是走不下去。如果有酵素，它很可能会提高10倍、100倍、1000倍甚至1000倍，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就是有酵素它这样的功力。而我们一般在发酵之后的发酵液，大家都把它当作好像万能的，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为什么？我们发酵当中，无论以蔬菜、水果或是其他中草药的发酵，一定会产生很多植物本身的活性成分以及它的酸类。那它的酸类，我们在前几集也提到了不老酶主要是绿原酸，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还有小的很多发酵会产生的有机酸，或是抗坏血酸、叶酸、墨石子酸、五倍子酸、阿魏酸、奇敦酸，有很多很多的酸。其实酸也是一种能量，酸也能够影响我们体内新陈代谢酶的活化以及抑制打比方我们很期待的就是美白就是能够保水。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知道你的阿魏酸它就是能够抑制这个酪氨酸的形成，所以它就有黑色素的生成就不高了这个阿魏酸能够抑制 prostaglandin 2的酶的活化，所以它对于抗敏就是皮肤过敏，它对于这个抗敏效果也蛮显著的。那有一些酸是针对这个组织胺的分泌增加，所以它也能够抗敏。所以不一样同样的作用，但是不一样的机理是蛮多的。所以我在这里分享的就是说，有很多人把有机酸跟酵素是混为一谈，所以就让这个主题的定义跟这个主题的阐述就更复杂化。其实酵素是很有个性也很单一性的。那我这边呢，我想要请教一下，不知道说严医师对酵素的定义跟看法，就是有什么不同的就是一些见解呢？然后请严医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平常养生的时候都会做一些蔬菜酵素做一些水果酵素或者是野樱酶来做这种酵素液我们为什么需要
吃这种蔬果酵素食品呢？这个我们要从我们的消化吸收 来看。你看大蟒蛇，它吞了一只羊，它厚厚的毛皮，它要消化那一只羊是特别困难，所以它有一点像闷烧锅一样吞下去，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两三天，就好像闷烧锅这样。那羊里面它本身的酵素，它会自我发酵、自我分解，然后几天以后闷熟了，它才分泌消化液来吸收，是不是节省它非常大、非常大的生命能量？好，我们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牛羊它有三四个胃，那么细菌就帮它发酵，好，帮它发酵以后，哦，不饱和脂肪酸氢化成饱和脂肪酸啊，产生各种尿素、各种胺类的东西，可以合成蛋白质啊，有的合成饱和脂肪酸，就是细菌跟它共生，哦，共生就是这种状态，这也是发酵，对不对？那么我们跟马比较相同，哦，我们的生物演化它接近马，它的大肠有很多细菌，好，哦，帮它发酵，帮它发酵。那么我们人类，哦，大肠有将近100兆的细菌，来帮它发酵。不过不一样啊，它的胃在前面呢，啊，都有细菌帮它发酵，但是我们的胃、小肠尽量不要有细菌呐，啊，是在大肠啊。哦，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吃的水果，吃的鸡鸭鱼肉，哦，都会在胃、小肠这边先分解吸收，哦，这些其他的东西才到大肠去发酵成短链的脂肪酸呐，啊，或 XK2 啦，或者是其他的跟免疫系统相关，好的，或者异体神经素都有相关性的东西，包括它这边可以小肠大肠这边透过迷走神经可以跟大脑的稳定性形成一个互动，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机制。那么酵素E，我们为什么要去服用它、去重视它？因为它先把它分解掉，它提高那个营养素，增加吸收力，增加身体的可用力，就是它可以强化抗氧化吸收矿物质的那个单位能量，单位营养素，就变得很重要。而最重要的是老年人他退化，他本身的消化液不足，他本身的肠胃酵素不足，所以他可以先透过乳酸杆菌啊、酵母菌啊先发酵分解，他就是可以节约消化酵素来增加代谢酵素的使用，生命本身代谢酵素的使用，这样是相对的，因为你这边消化的时候减少消耗你的生命能量，就这个问题。或者是你有自体免疫疾病啊，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啊，或者硬皮症啊、类天疱疮啊、这些问题，他的体质都不好，他的本身的酵素都不足，所以我们喝这些莓果类酵素液可以改善我们的体质，减少血液组织的慢性低度发炎，减少胰岛素阻抗，可以间接的调整免疫系统，让它正常化。
的。那像刚刚就是刘博士啊，还有严医师都讲到，其实酵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就是可以加速很多东西的一些形成。那但是台湾人很奇怪，都常常会听到就是说，什么东西好，然后我就会吃过量，那有可能就会造成抗氧化的悖论。那我这边我想要请刘博士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我要怎么样摄取才能够让摄取到身体又需要的，那又不会造成就是抗氧化的悖论。是是是，这个抗氧化的悖论呢，在国际的论文期刊呢是相当有名的一个名词哈。那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补哈，你补过头了，等于是反作用。那这个抗氧化的悖论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叫抗坏血酸，就是我们讲的维他命 C。大家晓得，如果高C在美国的市场上的使用啊，也有人用到高度的发炎甚至肿瘤的很多高C的运用啊，大家都收到很好的满意度。那相对的，我们也看到很多期刊就提到这个高剂量的维他命 C 产生了副作用，反作用叫促氧化。那在这里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维他命 C 这种有双重作用的成分呢，我们要理解它。它如果是走氧化氢途径，它则会产生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它如果走另外剂量太高了，或是你身体某种的缺陷，它走这个混沌反应，就是分通 reaction 那它很可能就会产生促氧化，那促氧化可能就会让这个人引诱他的疾病，或是他的疾病就更严重甚至更大的副作用。所以这个情形就像我们讲的叫一体两面。所以抗氧化的悖论我们在生活上我们也可以了解得到，每一个人如果吃某一些营养补充品呢，大家一定要用心的吃不能说综合维他命一吃就吃一辈子，那这个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这么讲，全世界最有智慧的大概跨国企业的 CEO 啊，这一些 CEO 基本上他们很有智慧去选择同类品，然后每一个同类品大概吃个3-6个月就马上换第二品牌、第三品牌或是其他专业知名品牌。那这个情形呢，我是觉得的确是很有智慧。就像我们如果喝了酵素或是吃了酵素，按道理我们应该要多补充水分，再来我们应该要多走步，让你身体对于酵素的可用力提高。那在这种情形呢，对你的二便，就像我们讲的排尿排便，以及你的皮肤以及你的口气，以及你身上的一些排秽排毒，那效果一定挺好的以我个人的经验，如果吃酵素3天1个礼拜没有感觉，那这个酵素不要吃了。它的感觉一定要你本身有心、有行动、有水分、有动力来配合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吃了一段时间自己应该可以很简单的去感受，是不是皮肤变好了、毛发变好了、指甲变好了、二便变好了、体力变好了各种心肺功能变好了，把自己的状况调到最理想的境界。那这个理想的境界我们严医师他应该是很能够了解。所以呢，有的人说酵素就是人体的第二生命这么讲也没错因为所有体内的酵素5-6千种酵素能够帮我们诊断疾病，能够帮我们这个治疗疾病，也能够帮我们解决副作用。尤其是台湾慢性处方签相当多慢病的人，你有吃慢性病的药，你一定会影响到你体内酵素的不活性而会影响到
你整天不是头晕晕，要不然就没有劲，要不然就是觉得好像没有把新陈代谢带上来这种状况。那这种状况有很多，不是酵素缺，而是酵素的活性被抑制了。那这一些最了解的人就自己本身的 DIY， 所以一定要学，一定要做，一定要健康，这是我的诉求。那我这边呢，想要请教一下严医师哦，就是怎么样去看待维他命 C 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国人普遍都知道的，但是大家还是难免会对这个有产生一些误解。那我想要请严医师再跟大家就是再做一个说明一下。维他命 C 是动物哦，它生理运作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补充维他命 C 呢？那我们可以从生物演化来说，一般牛羊狮子老虎，他们都会做大量的维他命 C， 尤其病毒感染的时候，它会产生大约八倍的维他命 C。那为什么我们人体不会做维他命 C？ 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灵长类6300万年以来都是在树上吃大量的水果，水果里面本身就有大量的维他命 C， 所以它这个基因就可能被表观遗传因子把它关闭掉，把它甲基化了，因为不需要做维他命 C。 就是我们流浪草原6700万年，它也不会缺少什么维他命 C， 可能比较不会因为我们现在饮食都做了改变，蔬菜水果很少食用，变成有可能维他命 C 不足，尤其18世纪欧洲航海时代都在船上吃那些东西，很少有新鲜的蔬菜水果，所以造成坏血病，还引起欧洲美国他们对维他命 C 的重视，其实是平常都可以补充到的东西，变成生命的危机，所以这个就是社会生活的问题。本来我们的本性就是会吃大量的水果，结果我们忘掉了，所以主要我们回归我们生命的本性，它自然就会正常，就自然生命它就会保养120岁啊，它是很正常的，都是很正常的。那么维他命 C 它是水溶性的，你食用过多，它原则上是会小便排掉。那么有一个说法，维他命 C 太多会引起铁的沉积，是可能有这样的研究报告。当然会数量啊，它最主要它是水溶性的，不像脂溶性的维他命 A、D、E、K 哈，避免过量啊，应该要产生过量产生有副作用，我看机会很小，因为我们是自然食用，主要自然食用用天然的食品应该都比较没有问题啊，因为你蔬果你给它纯化，它维他命 C 就会充足，它维他命 C 尤其最有名的结缔组织啊很重要，所以它比较长期吃水果啊，吃这莓果类的，它就比较减少皮肤的老化，就比较不会有皱纹这个问题。那其实像不老梅啊这么好，那他有没有就是说在世界知名的大学的医学院呢，有针对不老梅去做所谓的论文或者是研究报告呢？那我这边想要请刘医师，就是刘博士，不好意思，刘博士呢跟我们大家就是说明一下。哇，你这个问题也问得相当好哈。全世界有关不老梅的产地以及国家哈，主要就是以东欧、北美。慢慢现在到了我们亚洲，中国大陆、日本、韩国。那我自从研究这个不老梅之后呢，我搜了一下有关的论文，大概有上万篇。那这个论文呢
有很多我读过了，我觉得的确是它有很多它优越的部分。那在这里我就来分享哈，来自美国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医学院呢，它就证实了不老梅能够优化肠象以及泌尿道。那我们台湾大概如果谈到泌尿道，大家已经讲蔓越莓，那其实早上，其实前两集我们看过了这个，那个有效成分的比较呢，大概差了五六倍，所以在肠象的益菌的养成以及泌尿道的防护呢，基本上呢还是不老梅，要来得高。那再来，不老梅它的锰的含量呢，对于我们身体的参与代谢产生很好的这个机体，这个也是麦迪逊医学院的一个研发。那来自波兰华沙医学院就针对了不老梅对眼睛以及对视网膜的营养素的研究。那另外在我们台湾嘉义大学的动物实验呢，是把这个不老梅跟BUN 肌酐酸抗尿酸来跟秋水仙素做了比较也更优这个高了六个百分点。那来自日本东京的益茶水大学，它是研究了不老梅对护肝护肾以及心血管方面的一个抗发炎去除自由基以及对我们人体慢性病的八大系统的防护也做了很详细的阐述。那在这个当中呢，有很多这个喜欢饮酒的朋友，他们也能感受到不老梅里面含的多酚以及它里面含的碳基跟这个维生素 B 跟维生素 C 能够提高乙醇跟乙醛的代谢率大概30个百分点。所以不老梅所含的绿原酸跟芦丁这一些这个活性的成分，也在韩国的江原大学附设医院针对于皮肤科所研发出来它的抗皮肤的老化以及这个美白跟胶原蛋白还有弹力蛋白结缔组织的一个作用，他们一致提出来不老梅的成分呢非常可以做一个抗晒跟烫伤的成分那另外呢，在塞尔维亚大学的医学院呢，临床上也研究了不老梅对于一氧化氮的肝脑分泌能够有调节跟免疫力的提升跟免疫力的提升。所以由这么多知名的大学所提出来的这一些研究报告我们觉得不老梅这个系列的产品呢，在亚洲地区应该会让很多注重养生保健跟生计发展的产业会把它推起来会蓬勃起来，这是目前最新的。那我这边呢我想要请教一下严医师，就是对于不老梅的一些看法是什么，就是站在医师的角度上来说也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住在台湾海岛这个地理位置等于是亚热带它的饮食，它当季的天然食品跟寒带暖带，像北美啊北欧啊或者是蒙古新疆这边是有不同的很大不同，而北美北欧这边有很多非常好的莓果类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玫瑰果啊，对不对北美印第安人常常在北美东岸常常食用的野樱梅啊就不老梅啊这都很特殊的食物啊就慢慢的再传到欧洲传到中国它这个是
非常好的，就像沙棘果啊，嗯、做的沙棘果油啊、嗯、玫瑰果啊、刺乳鸡啊、嗯嗯嗯哦，或者是野樱美啊、蓝莓啊、嗯，或者是鲑鱼啊，哦，常用的欧米伽三号啊，哦，这个都非常重要，对生命都有很重要的营养素提供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去注重它，哦，去让身体吸收营养有多种多样化，才能够营养才能够均衡，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我们吃的东西都是要有多样性，不要像传统乡村这些农业妇女哦的豆薄啊啦、硬皮啦、豆腐啦、哦啊的麦啦、含煮啦，一辈子都吃这些食品，所以会严重的营养不良。嗯、哦、所以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那我知道呢，其实像刘博士啊，因为他其实研发不老莓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他其实呢也有针对不老莓的特性呢，那还有研发成饮品。那其实这个饮品呢、啊、如果说喜欢喝口味重一点的，那也都可以直接服用，那它非常的好入口。那你说平常的时候也是可以加水去服用，但是在我的身后这边，对，这是我们刘博士研发的不老莓。那我比较好奇，我想要知道说，哎，那我们不老莓平常我要可以什么样的管道呢，可以去购买到？那还有呢，我每天呢大概就是建议饮品的量有多少？还有就是女生最在意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到底不老莓喝了对女生有什么样的好处跟帮助呢？我想要请刘博士跟大家分享一下。OK 啊，主持人这个问题也相当好哈。有关于不老莓的研发的购买以及服用，那我这边呢、有很多叮咛。第一个呢，我们希望说本身要漂亮要健康或是要苗条，那你一定要学、一定要学，那一定不懂的、一定要问，那再来一定要做、要去实行它，要去 DIY。 那目前这个东西要买的话，在有机通路或是网购的通路、都能够买到。那我个人的建议就是，野樱美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我们加上花酵那就是能够更好，但是能够更好的一个前提，我们也让大家你一定要分辨，因为花酵、的益处能够像破壁一样分子变小，有效成分的间接，有机酸的产生，氨基酸的产生，益生菌的代谢物或是增活植化素，很多很多有机酸能够帮助我们体内、能够提升免疫之外，还能够、排污秽、那有很好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一些作用到你体内的时候，如果你自己能够在这个阶段、加强你的流汗，加强你的 喝水，那你一定能够事半功倍、那目前这个东西的销售也是蛮经济的，我们、所面对的、一次买100件长期分享给朋友的集团企业都大有人在，所以这个东西说实在它的门槛很低啊、那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节目也非常的亲民，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多看多学、那为了不老莓、我也花了时间把我的实验整理成册，那这个册子呢我们也可以分享给有缘的人、只要你询问，那我们、也非常乐意把不老莓能够推出去，因为大健康的时代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学健康得健康长岁、长命百岁哦、所以在这里呢很简单，就是只要去做只要去学，大家一定能够很健康，尤其我们刚刚所讲的维他命 C 有它很特别，那女人除了、希望能够漂亮之外呢，再来在这个不老莓里面的 C 跟这里面的很多、多酚类跟它的类黄酮配合的情况之下，能够让我们体内的普氨酸、变成
这个四羟基的脯氨酸。那四羟基的脯氨酸在我们体内要去合成胶原蛋白，让你的脸漂漂亮亮的，让你的结缔组织，让你的关节各方面收到益处，那是很容易的。但是在这个当中，在这个当中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学，你一定要做，这样子才能够产生这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我的一个叮咛啊。那刘博士呢，他就是真的很棒，还有针对我们就是中华新报的各位观众呢，就是都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免费的一个资讯给到大家。那如果说我们中华新报的观众呢，如果说对于就是购买我们不老梅呢有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私讯我们中华新报，那我们刘博士也会给大家就是非常优惠的一个优惠给到大家。 对，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刘博士就是亲临我们的现场，那还有我们的严医师，我们大家就是做这么精辟的解说。那我们也请我们各位中华新报的观众呢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一样会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节目哦。拜拜啊，谢谢，谢谢各位。